我们上一次讲到导体介质中传播的电磁波，那么它跟介电质中传播的电磁波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从它的 equation 来看就知道啊。那么它是因为多了一项键，这一项呢叫做衰减因子啊，衰减因子。那么在导体里头的波呢，它会随着它行进的距离，强度不断的衰减。那么我们看这个equation，它这里有伽马啊，它就是说现在这个伽马它是一个复数啊，它可以分成实数部分跟虚数部分。那么以前我们的介电池呢，只有虚数部分，因此我们那时候没有分什么阿尔法、贝塔什么啊，就是用 K 来表示。那现在因为有实数部分跟虚数部分呢，我们就用阿尔法啊，伽马等于阿尔法加上 J 贝塔来表示啊。那么各位从这个地方就知道啊，这是它的 space time 啊，这里多了一个衰减因子。那么它的实谐形态也是一样啊，其他的都跟这个介质中传播的一样，就多了一项这个东西啊，这是我们的衰减因子。那么，所以它一这个朝右边行进的，它一边行进一边衰减；朝左边行进的，也是一边行进一边衰减。啊，那么它的衰减因子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啊，就是阿尔法等于这个，它的单位我们用 meter。那么向常数呢是贝塔，它跟这个就差一个符号而已，它是负的，这个是正的。那么它的单位是 radian per meter， 其实是一样的单位。那么不过为了要分别它们起见，这个叫做 nap per meter。啊，这个一定要。你多做题目的话，这个就记啊，这个我们发明是不用背的，而是说你常常用它，你就记住了啊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上面的符号。像这个封闭路径的积分，或者是封闭面的积分，或者是大于等于等等啊，我们这个电脑都没有办法显示出来。那么我上个礼拜在家里把讲义呢，全部的用我家的电脑把它弄成PDF 啊，那么现在已经上网。你们可以从网上面呢把它看，哪几个符号跟你们以前不一样的呢，那几个配置就把它引用下来，取代原来的就好，不需要全部都再引用一次啊。那么至于说这个投影片呢，我还没有时间全部更改啊，那么大概是这个礼拜我会把它。投影片我们符号啊还是不太对啊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因为阿尔法跟贝塔之所以跟以前的啊介电池中的不一样，介电池阿尔法等于零哦，贝塔呢就只有这个欧米伽跟奥缪乘上 h， 就是因为这一项的东西啊，这个。electric conductivity 啊，电传导系数的关系。如果电传导系数等于零的话，啊，那么这个你看，这一减一就是零了，阿尔法就是零，啊，贝塔呢就是以前的啊介电池里面的向常数。那么它的，那么我们又定义一个东西，就是说当这个电磁波啊。行进一个距离 d 等于 delta 的时候，
那么它的amplitude 就是衰减为原来的 exponential 负一次方的时候啊，这个距离我们称它叫做穿透深度，或者叫做皮肤深度。那么从这个式子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穿透深度是阿尔法分之一，阿尔法分之一。你看这个电传导系数越大，那么阿尔法就越大，阿尔法越大呢，delta 就越小，所以你的导体越好的话，这个电磁波穿透的这个能穿进去的深度就越浅啊。所以我们一般像我们这个铜银金的常用的这些导体呢，其实都算是非常好的导体 good conductor 啊。那么几乎马马虎虎都可以把它当作这个 perfect。那么因此电磁波打到这些两导体的表面的时候啊，它就全部都进不去啊，进不去它就不是没有了啊，因为它里头因为它没有消耗，所以呢它的能量还在，功率还在，所以它就你不能穿透它就全部反射。那因此我们这个就是穿透深度啊。这里就还有就是说那么这个电磁波不能够进入导体，导体里面的电场等于 H 场也等于，但是导体表面的电场和 H 场就不是零。那么这个时候 H 场呢会有一个不相连续性啊，由这个磁场的连续性我们知道，那么当 H 场不连续的时候它的切片方向不连续的时候会产生电流密度，因此在导体介质中的它的表面会有电流密度。这个电流密度也不是一个定值，它的形态也是时谐形态，也是跟位置与时间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个就是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场啊，电场它就在表面感应出电流密度，这两个是同向啊，同向。哎，好，这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啊。好，那么还有记得就是说，我们要还有一个。我们用 H 场表示的时候H 场表示的时候那你要记得这个 H 跟 EX 跟 HY 的比值是为负 EX， 这向负方向传播的，跟负方向传播 H 场的比值是等于 Eta C 啊。如果是在介电这里头，就是 Eta 就是一个实数的，那现在它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虚数啊，因为 eta 本身是一个复数，它会有相位啊，它会有向下，哎，所以因为这一项的存在，就跟 H 场跟电场啊，它不同向啊，不同向。那么这个 eta 你看它是一个复数。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极坐标频，它的 modulus 是这个，那么它的phase 是这个东西啊 ，phase 是这个东西，哎，像这个都要你要去常用它啊，才会熟悉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也是一样，当电传导系数等于零的时候 ，A 和 C 它就是 A。那 H 场它的 space bar，H 场 space bar 跟这个介电值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两点，一个就是说它多了一个相位。相位，
本来 H 厂跟在渐渐这里的 H 厂跟电厂是同向，那现在呢都不像啊，这个会相差。还有一个就是它有衰减因子在里头啊，这个实现形态也是一样啊，差了这个。OK， 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导体里头传播的电场啊，跟 H 场现在就不是同向的，它最大的时候呢，它不见得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差了一个这个 A 场这个向角啊。好，现在我们。今天就看一个例题啊，这个例题是说，假设我们有一个电磁波，它的振幅呢，这是它的电场啊，振幅是1000个 volts per meter， 它的出向角是零啊，就是出向角是零，频率是。10^8 Hz， 那么它的参数是这个东西，参数 mu 等于0，epsilon 呢是4个epsilon， 通常 mu 都是 mu 零，我们非常细物质的 mu 大的都是 mu 零啊。还有这个就是它的衰减因子啊，这个就等于它的耗损阵线，这个大于一的导体中。向正 Z 方向，这等于一啊，这个东西其实大于一，等于一哈，等于一 ，OK， 这个等这个等于一，向正 Z 方向行进，求这个波的向常数、衰减常数以及固有波值看，啊，第二个就是求电场跟 H 场的谐。实斜形态，还有求它的穿透深度、波长像素啊，将这个波的波长像素与同样的这个同样的这种条件呢，在介电子区，介电子区就是这个不一样啊，啊，这个是零零啊，啊 ，epsilon 呢，啊，它这个 delta 这个等于零啊，因为它是无耗的形态。无耗损性的不是啊，那么跟它做比较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呢，要求衰减常数跟向常数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式子，这是阿尔法，贝塔是跟它差一个负号，贝塔这个地方用加的而已啊，我们就先算阿尔法。那你现在把这个 h 用4倍的 h 来代。四倍 h 没有，这边应该有没有，有没有那个四倍的 h 就是没有来代。那么这个变成1+1啊，那么这个结果算出来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根号拿出来就是2，对不对？欧米伽根号0 h 就是没有，是1/1光速的导数，那么。算出来是1.90 Npm/m。那么向常数呢，就只跟它差一个符号。那你这个算出来啊，啊，它是这个2开平方是1.414了，减了这个0.414啊，那现在加一个呢就是2.414，那么结果是4.58 Rads/m啊，你阿尔法也算出来了。贝塔也算出来了，那么它的传播常数是伽马，这个复数呢就等于阿尔法加 j 贝塔等于1.9加上 j 4.58的 per meter， 你微型手机就也可以啊。好，这个是二 A 的阿尔法跟贝塔，还有二 A 还有它是。还要求它的 eta， 好，那么 eta 呢？我们就是由这个式子来算。你把这个式子拿出来算，
现在把这个东西带进去，这个四倍的 A 不是 zero 啊，一开始就变成二啊，啊，这些这种一带进去，最后就变成这个东西。因为根号 mu 零 over A 不是 zero， 我通过这个一项提起来，这是120拍的欧姆，它被二来除就变成60拍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好 ，A 这么算出来以后，我们现在就看它的要看它的实斜形态，线长跟 x 长的实斜形态。那我们就要先从它的 space bar 来画啊，来画 space bar， 电场是这个。那我们看 h 长的 space bar 呢？啊，我们根据它这个 hy e x plus over h y plus。等 A 到 C 啊，这个关系就可以知道这个就导出这个来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对 A 它来取这个，看它现在有个向角，怎么样啊？这一图呢，1000除159就是625啊，这个就在这里。那么最后面这一项，两个都是尖。所以我们就把附件提出来，啊，这个八分还要拿进去，那这就是 H 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把你有这个电场的 space bar， 有 H 场的 space bar， 那我们现在求它的实斜形态，弹簧完成，我们只要把这个 space bar 乘上 j omega t。取实数就可以了啊，这就是取实数 m 啊，你看这个乘上 j omega t， 那这个都是实数啊，这个呢就是实数啊，那这个被合并以后啊，它就变成啊，就是这个 omega t 呢啊，减掉405公斤，啊，这个。单位一定要记住，单位要写上去 ，volt/meter。那 h 场呢？你就把这个值带到这里头去，乘上 x 的就是 j omega t 次方啊，你就可以j omega t 次方啊，把这个值写到这乘上这个，啊，取它的实数。这个就是原来的实数，那么在后面这个呢，就变成这个样子啊。这个就是它的 h 场 ，h 场的单位就是 m 的意思。你看，它现在跟电场不同向哦，啊，前面这个一样，但是它多了一个什么负八分之派的角度。好，那么，所以我们看到。在这个导体介质里面，电场跟 H 场，或者电场跟磁场，它的相位就开始不同了。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导体介质中的穿透深度、波长跟像素啊，我们就用这个穿透深度阿尔法分析，阿尔法已经算出来了嘛。1.9 meter per meter 呢，其实就可以写成 per meter， 这个地方就好了，单位写进去啊。net per meter， 它就是 per meter， 然后导数一下就变成 meter 啊。lambda 2π/β， beta 是4.58的，也是 radian per meter。这是 radian， 这是 radian per meter， 所以这个单位是 meter， 1.37，最好把这个单位也写上去啊，比较记习惯。写上去，然后这个是 phase 的值，你把 omega 变 beta 来除 ，omega 变 beta 来除，那么就等于 phase 啊。其实这个都要把单位写进去，这10^8次方是个赫兹。这个是 radian per meter 啊，那么
假如这个介质是无耗损，这个参数都一样，就是这个不一样，这个 delta 等于零，那么我们从这个来看啊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现在啊，这个 beta 里面，因为它还是有这个sigma 在啊。那现在没有 sigma 就是这个东西了，算出来是1.5个尼特。那 phase velocity 也是一样，这个地方就是这样，它没有考虑到这个。这个其实因为你考虑到这个 sigma 的关系而得出来的。那现在呢，它是1.5个，1.5×10^8 m².那么比较之下有什么样的结论呢？我们从这里就知道，导体介质中传播的电子波，它的波长以及它的行进速度，要比在介电池中行进者微细还好啊。它的介电池里面的波速要比导体里头的来得快啊，波长呢也要。来的长 ，OK， 好，这个是我们从结果里头啊，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导体介质，你看我们刚刚要记这个阿尔法、贝塔这个式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还有贝塔更麻烦 ，FC 呀、啊，那我们就常用在常常用的这些导体介质里面，我们把它分类，比如说有的是 good conductor， 有的是这个低耗损的，这是很好的导体，我们常用的铜磷金啊，我们这个一般用的这个导体啊 ，good conductor。那么这些 good conductor 呢，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的 alpha、beta、eta。把 good conductor 的条件带进去，我们可以把它近似出某一个比较简单的表示法，将来用起来比较方便了啊。那么至于另外就是介电池，我们用的介电池通常啊，不容易找到一个纯粹的介电池，多少它还有一些导体的杂质在里面。因此它也会导电，但是这个导电呢，导电性很弱，它算是一种过程导体，就是一种不好的导体，不良的导体。那么这些不良的导体呢，那么我们等等也把它的条件带进去，我们可以把它的阿尔法、贝塔、贝塔啊，也是用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表示法来表示。所以以后呢，如果我们常常在算这个啊，常常在算这个阿尔法、贝塔跟贝塔的话，那你就先考虑我这个导体是属于哪一类的导体，是 good conductor 还是低耗损的介电池，把它分类出来。如果是良导体的话，你就良导体的近似法来做。如果是低耗损介质，你就低耗损介质做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。当然也有的它是也不算是良导体，但是也不算是一个低耗损的，也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介电池啊。那么那个时候你还是要它用它原来的这个形态，那当然算起来比较麻烦。不过这种情况呢，可能呢会比较少一点。那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分类看看啊。导体介质中啊，它的 ampere maxwell 时候就是辩论对象。那我们最后把它画成这个，对不对啊？这个 epsilon c 它是一个 complex。那么它
我们可以把它的实数部分写成这个，啊，虚数部分写成这样子。那因此这个 epsilon prime， 啊 ，epsilon prime 就等于 epsilon， 啊，这个应该这个 prime 表就是 epsilon。那 epsilon double prime 呢，就是代表这个，这个要记住哈，以后能用的话。还有就是它这个 tangent delta d。它是 sigma over omega， 它是这两个比的，这两个比值就是 sigma over omega epsilon， 它称为某介某物质的耗损阵，耗损叫阵线 loss tangent， 或者我们称它叫做 dissipation factor， 叫耗散因素，或者是耗散因子。delta d 呢，我们称它叫做耗散角，这是 dissipation angle。 那我们现在看看，这是一个 complex plane 负面，啊，这个是实轴，这个是虚轴。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，啊，它的 complex 的这个就是 activity， 它是负面上面，啊，因为它是有这两项之和，所以它可以分成这个实数，还有这个虚数啊，虚数应该是在这里，我们把它调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么这个角呢，就是 delta d 耗散角，耗散角 ，OK 啊。那么它这是绝对值，耗散角的绝对值就是取它的大小，就是这边我们是取它的大小，这个负号我们不管啊。啊，如果是纯的介电值的话呢，那它就没有这一部分了。所以呢，整个这个虚浮数就是这个实数部分啊。好，啊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一般就是导体。介质里面，它的 epsilon 可以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导体介质中，alpha、beta、eta， 啊，它主要的就是要用这个东西，它在这里 ，OK， 它给我们这个。介电值就差在这，介电值因为这个等于零了，整个都没有啊。那你这个好坏呢？就说你导体好的还是不良质不良导体呢？就差在这个标准，也就差在这个值。那么我们用如果是导体介质的话，我们描述它的阿尔法、贝塔、贝塔，我们是用这个，因为它是导体。导体里头，我们讲究的是它的电传导系数，所以我们用这一方。啊，如果我们是耗损介质，耗损介质，那么它的导电系数是非常非常小，很小的数字。我们所以不才成就，我们就是用这个来表示。这个括弧呢，在耗损介质中啊。我们用这个来表示啊，一个来表示 ，OK 啊，所以以后导体介质我们用这个来表示，耗损介质用这个表示，这是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表示法不同而已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，我们常用的介质啊，分类啊，分类。来讨论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两导体 good conductor。good conductor 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你们现在的讲义上就有了，它是大于啊，它是远大于什么？是它远大于什么？就是这个，远大于，或者是 epsilon double prime 远大于 epsilon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
我们就把这个条件呢，带进去用了啊。那首先我们就把伽马用伽马来表示啊，伽马是等于这个这一项呢，就是它的里头啊，就是这个本来是这个 epsilon c 的，我们把 epsilon 提出来就变成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还留在这里。那这一项呢？因为这个远大于一，它比一大了很多很多，所以一在它的旁边呢，那就可以忽略而不计。因此就是这个东西，啊，这个东西我们把负阶拿到分母，就变成正阶，所以这整个就可以马马虎虎的写成。这个样子 ，OK， 写成这样啊，写成这样以后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啊，把这个啊，你看这个阶，用这个阶约在一个根号阶，就变成这样子啊，然后这个，这个嘛跟这个约在了，变成这样，它们可以等于这个，那底下就是我们来推导一下来。因为这个等于这个，那就是说根号阶要等于这个东西喽。为什么根号阶等于它呢？啊，我们说根号阶它本身可以写的 exponential j 二分之派次方，然后再开根号，再开根号，你把二分之一乘进去就变成四分之一 exponential。J 是我们开始啊，然后这个呢，你看我们把一加 J 啊，一加 J， 这个是直角形，我们写成它的极坐标形就是一加一开根号，一加一平方加一平方开根号，看到吗？然后这两个都是正一，对不对？大小都正一。这边是四十五度，角度四十五度就是这个，要跟二约等于，所以这两个相等于，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好，为什么写成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写成这样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画成一个，这就是直角形了，啊，大家都有这么大了。因此我们提出来里头呢就是一加上 J 啊，那这个乘上这个就是实数部分啊，这个根号乘上 J 就是它的虚数部分啊，就是阿尔法加贝塔。因此我们知道在两导体里面阿尔法等于贝塔等于这个，那这个数字是把S 的 Omega 变成，那 Omega 等于 2 pi F 就是它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记得它，以后我们遇到题目的时候啊，先判别这个导体是良导体还是不良导体，还是这个一号种介质。那么如果是良导体，它阿尔法跟贝塔就是这个。这个直接问题，问你一定要说一遍，因为啊，你要判定说，因为这个远大于一，啊，所以它是两导体，你阿尔法、贝塔可能可以，啊，这个应该是马马虎虎等于这个啊，近似于这个值，啊，两导体，这是伽马，还有贝塔，那么贝塔呢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把这个啊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啊，变成这样子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它又是写不出来了，啊，是把我们改错的，出来的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么它的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因为这个远大于一啊，远大于一。所以这个一就不要了啊，那
那这个就摆在这个分母就变成 J omega epsilon 这个开根号，开根号以后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值化成这个样子，化成这样，然后呢，我们又把这个根号 J 变成这个，我们刚刚变过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这就直接等于过来。近似于它，这应该是近似于，所以近似于它这个符号写出来。好，然后这个又可以把它给你看，这个里头分子分母各乘以根号二就等于一了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规定在这里，规定在这里。然后这个 exponential。J 四开分之一就是一加 J， 这边的直角形，这个是 A 它的极形，就是 A 它的直角形，直角形。所以以后我们如果遇到两导体的话，它的 A 它我们就是看你要用直角形还是用极形来表示，那就不对。好，从这个结果里面呢，我们知道。它这是两导体哦，两导体你看它这个复数啊，这实数部分跟虚数部分的大小都一样，因此它这个角呢就是45度啊，45度，所以 h 场它比这个电场啊，比电场多了一个40分母。这是在以后在分母多了一个45度，那因此呢，我们按照分母上去就等于-45度，这点是指两导体内啊，电磁波的磁场强度要落后电场45度，这个结果我们都记住了以后啊，就好像一个 common sense 一样，好像一个常识一样。如果是两导体的话呢，那电场跟 H 场呢，当然是本来导体它就是不同向，那么是两导体的话呢，它的向差正好是45度，就是电场要超前磁场45度，或者是磁场落后电场45度。好，现在我们接下来看这个。例子啊，两导体的穿透深度，我们现在阿尔法已经算出来了，两导体的阿尔法已经算出来了，它的导数就是这个，导数就是这个。啊，现在我们看例子，以铜来讲，它的电传导系数是5.8×10^7的 Stevens per meter， 啊 ，mu 是等于这个。这个都不一样，像非磁性物质，大多都是这个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用的，因为它里头是跟 omega 有关的， omega 是跟它的 frequency 有关的，所以它这个穿透深度啊，也是要看这个你电磁波里头的频率的啊。像这个频率不高，就1000赫兹。好，它穿透深度多少呢？2个毫米，不是说它只穿透2个毫米，而是说它穿透，它每前进一个2毫米，它的强度就要衰减，从原来的 exponential -1/2，如果是10^-3的 megahertz， 这个比它多1万倍，你看它就变多少？就0.002的毫米米，1/1000，不是1公分，1毫米的1/1000，就衰减那么多，所以它进去非常非常小的距离啊，它几乎都
衰竭的能力，我们大概只要五倍的 X 活跃度，复医细胞大概就可以算它全部衰竭到零了啊。所以说，好的这个导体啊，电磁波在它的表面，只射到表面就反射，就反射回来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常用的这个微波炉啊，它的微波，它为什么能够让食物啊从里头到外头都熟呢？因为它能穿透，穿透进去。那么我们一般像我们的食物啊，牛肉啦、或者是鸡啊，整只鸡呀、虽然是导体，但是是过程的，这个导体并不好。所以它的电传导系数呢很小啊，很小，它可以穿透进去、那么因为它的震荡跟我们水分子的震荡频率一样，微波的范围，就水分子啊震荡的那么快，于是就产生热，就从里头呢不但是表面热，里头也热，就它从里头热出来。里外一起热，因此很快就加热。那么，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说，你要装这个东西呀、你要微波一只鸡或者是微波一盘菜，你用什么东西来盛呢？你的碟子或者是你这个盒子，不能用铜铁，也不能用锡箔纸包着。锡箔纸包起来就微波进不去啊，微波进不去它会反射，在里头反射有时候会产生共振啊，很危险。那么所以我们微波东西的时候啊，你装的这个容器啊很重要啊，它一定最好都是介电子啊，微波可以穿透进去，所以没有导体最好。那么，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两导体的一个例子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低耗损介质。低耗损介质是什么呢？就是虚数部分这部分远小于它。Epsilon double prime 远小于 Epsilon prime， 这个显示不出来，里面讲义现在都有了啊，讲义都有。然后这个是远小于一，好，在这个条件之下，我们就来看这个阿尔法。阿尔法呢，现在把这个远小于它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项把它当成一个一，像是一个远小于一的这个一个数。二项式定理把它展开以后啊，一个一就下掉了，然后这里的二分之一的这个平方，然后再开个平方就是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近似于啊，就是你再把 epsilon double prime 跟 epsilon 就是 sigma over 啊。欧米伽 H 你把它带进去就可以这样，就是 Lamb 和 Lamb，A 加就是一加就是二，这个二不能约的，后面这项在这里。于是呢，我们说这个还是比这个小，再用一次二项式定理，把二提出来，再用一次二项式定理，把它展开，这个地方就是近似，因为这个地方近似就出来了。就等于这个是，一加二，好，我们把这个东西换回来，这个，好，这个是耗损介质值。以后你如果判定说这个物质是一个耗损介质值的话，那你这个阿尔法、贝塔就可以用这一套，就这个。所以 eta 我们也是从这样，这个远小于它，我们就把它用二项式定理。
病展开啊。这个我们自取一下的话，发现呢，这个一跟一减掉啊没有，那么这个你自取一下还不够啊，就是我们取再取下去这一下，这个我想大概就分析到这个多多少多少，就再取一下的时候 ，n 就是 n 减一，然后二的 factor 啊，这样子，最后就画成这个。前面这个是实数，后面什么这个是虚数，那么所以它呢啊 ，eta 它仍然是一个虚数，数 ，OK 好，那么我们看看，当电传导系数等于零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是零，阿尔法就是零，这是零。那么贝塔呢？这个是零呢，就是这个同学了。那这个正好是什么？介电值里面，实介电值里面公式。然后贝塔呢？啊，贝塔也是一样。那么这个是零，这个是零，全都是这个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跟理想介电值的参数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。两导体跟耗低耗损的介电值，它的常用的近似。